好消息，好消息！今天我们有平野村七个的学妹量活动哦，一定要来直播间。还有一个这两天发现了特别好吃的烤冰室，哇，这个真的就该吃柿子鲜果果汁本身一样。而且一年里一月就是最佳赏味期，可以吸溜着吃的水果。这烤冰室是万里买，好贵哦。好好吃，水水润润的，还有这个奶油卷，我看评价已经出来了，大多数好好吃，几乎没有差评，没有差评，天哪，这个奶很多，这个真的，还有那种童年老奶油卷蛋那种感觉，但是它不是植物奶油，植物奶油很腻，我这个是要放冰箱的，冰冰凉凉的，还放了干酪在里面，特别好吃，很湿软。我老公昨天说我有点像赵露思，今天化妆师给我搞了个露思同款造型。好好吃啊，连吃三根都不腻的那种。还有昨天我们昨天爆单的坚果组合，这个真的太完炸了，下一果还是大果的，连这个腰果都是 A180 的，还有这个贵的巴旦木，这三根加起来外面买怎么也得要三位数了吧，是不是？接下来我直播间给你们惊喜价哦，昨天那个价格都一直被投诉被举报，我今天给你们四罐，还有再加一罐那个核桃仁，一定要来我直播间囤这个坚果套餐。我觉得过年这个什么都鬼不拍，这个坚果套餐一定要拍，不拍我都替你们觉得可惜。这个套餐一定要来我直播间拍这个坚果套餐。